你看后座还少了一个人。最近啊，机车很火，有网友说想看我骑摩托车。今天就来到朋友的机车库，你看有这么多，到底哪一台适合我骑呢？这不是那天抛弃我的那个三蹦子吗？哇，这个又大又酷，还是宝马牌，开出去大家都认识。当然酷了，26万，一台3系的价格。那我要体验一下，凹个造型。Cool。好嘞，你看后座还少一个人。不过这匹马不适合你骑。好像是哦，这两台看起来差不多，我们去试一下那台哈雷。这个好，座位低，方便。经理，这是哈雷的公路滑翔，落地50万。50万？50万买个奔驰不稀奇，但花50万买个摩托车，绝对是土豪。感觉倒地了我都扶不起来。这要倒了，要5-6个人扶。看那台，这个我认识，罗马假里面公主的小踏吧，谁还不是个小公主呢？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我永远不会。就这台了。经理，那我们去选个头盔骑走吧。行。那我呢？我们季总特意给你安排一台。真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！